的。讲什么？我决定我要唱歌了。然后主持人跟我说。我觉得我们站出来的效果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可以给场内的人一些压力，一些立委，让他们听到人民的声音的时候，其实在法条上面是有一些调整的，然后让这个审给那些立委压力的同时，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让法条走向更好的方向。